生气啊。教练，教练不就是谈个恋爱吗？教练，等等我。教练，不就是谈个恋爱吗？咱体育队也不是不让。那是你们这个时候，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不允许。那你这做法比王主任都老派。咱体育生也是人，不让谈恋爱，那不是没人性吗？谈也可以，我们那时候都默认一条规矩，只有世界冠军才能谈恋爱。不是教练，我练的是十项全能，你让我拿世界冠军。你要是想耍赖，你就直说，你也不用这样吧，教练。我先去帮你做点吃的，你洗个澡，驱驱寒。